他是怎么说？为什么你没过来呢？如果他没有骗你过来的话 ，Mandy 骗我。Mandy 骗你，对，好的。所以你是过来是化个妆，然后要拍个照，对不对？对。结果你刚才出来的时候的感觉是，你看到这样多了，你什么心情？尊了，尊了，对不对？哇，这证明我们的阿丁大哥的这个策划是成功的。各位朋友，掌声鼓励一下，祝愿他们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幸福快乐美满，恭喜他们！再次有请我们的准新郎、准新娘再 kick 一下，好不好？有请我阿丁大哥，舌吻一下你的老婆，好不好？好，甜甜蜜蜜的香吻，掌声鼓励一下，祝愿你们的爱情也是甜甜蜜蜜的，谢谢。好，有请我们的准新郎、准新娘，可以直接下到我们这个非常美丽的这个Bintang Mega Mall的一楼的大厅的红地毯，跟大家见个面啦。那各位朋友、各位亲朋好友也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感谢你们今天晚上的3月26号，2015年呢，能够百忙之中抽空来到这边呢，一同来见证我们阿丁大哥以及我们的乙光小姐的这个求婚大典。那我们阿丁大哥以及乙光小姐呢，又破了一个记录的，很多很多人，很多的 couple 都在我们的这个Bintang Mega Mall求婚过。那第一次穿婚纱求婚的，就只有我们的阿丁以及我们的乙光，再次掌声祝他们好不好？掌声鼓励一下，谢谢。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男主席阿丁大哥呢，也是非常的精心准备的这个美乐大酒店的这个4星级酒店的这个茶点招待了。那就请所有的亲朋好友呢，都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 buffet line 来随意的吃这个点心以及茶水招待的。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bride and groom, we can say it, bride and groom have prepared.The refreshment for all our relatives and our friends all the way. Come to the best shopping mall in Miri, Bintang Mega Mall First Floor Concourse Area. And we have the light refreshment. And we invite all of you to proceed to the buffet line and enjoy yourself. Have yourself. Thank you so much once again. And congratulations once again to Chong Dang and Yvonne. 谢谢。